第一次来就被吸引了，少女心爆棚。最近记得挺好的，然后一直在拍戏，就是挺累的。但是当我一进到这个店里的时候，感觉所有的累都被融化掉了。是吗？我们有3个多月没见了。对。新年期待吗？我挺期待的，因为上一次我把这水拿了，边喝边说，可以吗？好，是因为上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是在北京嘛，然后就是提出了我的想法，我就一直在想，我说等我到时候我设计的形象出来之后会是什么样的。所以就一直在期待，一直在期待。那因为现在你也知道，是我们整个形象的组合叫 ROY6。那关于这个名字，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？因为我就一直是挺喜欢六这个数字的，我觉得它象征着顺顺利利，然后，就是有一些祝福的意味在里面吧。那正好我们也是设计的6个形象嘛，所以就想叫 ROY6。对，还有，对，还有更深的含义，晚一点再分享。哇！哇，哎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超级喜欢，哇！这每一个都好想带回家，好喜欢。有，抱枕，这是咱们第一版的，对吧？哇，好可爱。还有哦，还有这个小龙的，还是闪光的，就是像钻石一样，可爱吧？然后还有一个小帽子，小帽子戴上。我现在有自头发。哇，这个我觉得好可爱，超可爱。这个，对，这一个。小电视，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可爱。这个，哇，我就挺激动的，挺开心的，因为觉得真的是非常棒，能把我所想象中的形象，然后做成这么可爱的公仔，然后周边，我觉得完美。还有每一张不同的海报都是，哇，这，对，大家都在一起的海报。好，好可爱。Creator， 我觉得超开心，超荣幸，没有想到我可以做吧，没有想到我设计的形象能这么好看，这么酷。哎，这个很酷哎，这个 T2000 很酷。我觉得每一个都好可爱，就抱着都有满满的幸福感。小抱着，哦，这个是龙龙的完整形象，好可爱啊！对，可爱，可爱吗？看不见，变身。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卡通形象在这里都是有故事的，我都想迫不及待地冲上去给每一张画填字，然后写出它的故事。太好了，期待，精神很激动。然后我们会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所有形象的一些个性。好好，希望你能够给我们点意见。好，那我来看一看。我觉得这个背景完全100分 OK。